那个前面那个多好，导演要不要再来一个呀？不不不不不不把你等来了，哎呀，又没喝。OK。哎，停一下，屁股带兜了，那你们没衣服，那衣服就卷上了。啊，对。OK，OK，没事。还有那个道具老师，帮我准备点那个小药瓶、水杯子放在这儿，两个小药瓶，打开的，感觉刚吃完药，放一个水杯在这儿。来，我准备把那个围巾。哎，对了，子彤，一会儿那个我帮你那一下，你帮我演的就是有点意外，就身体感觉挺一下，别太大，好好稍微挺一点点就行，好动一点，好不好？行。尿，辣椒，你先尿。啊，别喝了。
收买。记住，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不要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，否则刘高对他不客气。最好今晚记得来陪我。你看，顺手就给扔了。哎呀，那你得，因为那时候你还没把它扶起来嘛。但那个时候我胶布，胶布撕开了，撕了。正好你一看眼镜扔过来，你就把眼镜拿起来给它戴上，对，再插进去来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明白。哎，就不停，啊，什么都可以骂。哎，混蛋，臭流氓，妈的！好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哪说谁的？因为我以为我一骂他就会过来，但是我看他没过来，我手里窜了一下，然后那反应。对，窜一下，但是这，你得想点别的词儿，是吧？你说，哎呦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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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别吃，没事。最好老大说实话。别摸我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这四个男人。太扯了。去哪儿拍啊？咱们没犹豫是吧？啊，对，打电话干什么？打电话干啊？打电话干什么？那么长？你要我送你吗？赶时间到了，我不赶，你大概明白那意思，你按你的搭就行呗。节奏啊，节奏，节奏，注意节奏。讨厌，你记得人家吗？我记得上次人家跟你喝酒，这会儿去。啊，是你啊？刚才我电话不清楚。人家还以为你不记得人家了。那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见面。我很想你。我也很想你。那这样我来找你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头忘了，而且你笑了我也。哎，别别别！哎，你这戒指是？哎，戒指啊，不是。他说人家对对对，我找你，你还记得人家了吗？这两个人家我整不会了。讨厌。没说错吧？你现在记得人家了吗？男人住在哦，那我去找你。晚上有事吗？你还是住在上次那个四季酒店。关键你在我这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我眼泪都笑死了。我眼泪都笑了。那晚上来找你，那晚上来找你，就在上次那个。人家来找你。四季酒店。好，那就晚上四季酒店八点的吧。等在这儿。全断了，这个是那个颜
延时的。啊，是吗？对啊，就防砸是吧？对。但我们以前练琴的时候，那个琴房有那种防砸。对，防砸那种。四手联弹一个。那我得给你配一位先。结束。